班单位大家好，哎，各位这个留级的先辈，现在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因为刚下飞机才赶过来，已经迟到。首先呢，先谢谢主办单位，我们的侨委会跟我们临川大学，其实临川大学是我母校，但是我从毕业以后，我已经确认了32年，就还没回来过了。那首先就说日本呢，当然大家都知道跟台湾是最近的，那我因为是在旅游已经3多年，常常回来。但是我这次呢，就是也是抱着一个希望，就是说，我们台湾的政策是要推什么？推医疗。事实上，好像几年前就开始在推了，但怎么样推，我还是怎么讲，就是好像没有那个方向不对，还是方法不对，不太确定。那这次呢，我是觉得在医疗方面有影响，就是说在研究一下，因为事实上大家想到也知道，就是美国、加拿大、欧美呢，就是医疗费用非常贵的。那它日本人也很贵，那怎么样推动？至少就是华侨这一块我们可以做，再来就推动日本人，因为本来我们台湾跟日本关系非常密切，就这一块我是觉得蛮有这个前途的一块。谢谢大家，请大家多指教，谢谢。